揾到我個原型啦！麥兜個手，啊，得意啊！好多人因為放暑假咧，大家都近有傾上一啲肉睇呢個哆啦 A 夢點，正啊！除了要扮演成功人士之外呢，那我們還要去拜訪一個老朋友的，因為臨近中秋節呢，大家都知道鮭魚餅呢跟我們是合作很多年的關係了，所以呢又好吃又有品質保證的魚餅呢當然首選鮭魚了。現在在 K11 呢有一間新的分店的，我們去看看。 Hello， 這裡是明魚還是黃魚？我們是明魚。明魚是的，這裡是黃魚的全新的輕奢品牌。哦，好得意啊，看有些兔仔。你看到我們的品牌的包裝全部都是會比較年輕化，也都會是比較清新一點。你看看好得意啊，卡通樣的曲奇餅，好像你老闆家珍藏一樣。我們 100% 是在香港製造的。哦，即是香港製造，可不可以看看這個？可以。哎呀，哇，你看這個兔仔好得意啊，這個包裝我喜歡。另外現在我們都會用了一個紙盒的包裝去，我們配合可以環保一點。哦，環保一點，即貼合我們現在年輕化一點，適合年輕人買來送禮就會比較時尚一點。哦，可不可以試一下？可以，當然可以啦。你問出了個吳東文的內心獨白。那可不可以選你來試？可以，每一個試完曬。奶味好足啊，那個鹹蛋味好正啊。雖然它是正常版，但我覺得都不是大甜太流那種，我出個流心，即是試食吃飽了可以走了。它沒有變，是這些味道。哇，它的沙，它的鹹蛋黃是那隻金沙流沙那隻味道，這隻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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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。如果黃魚這個品牌我們已經接近六年了，現在明月除了香港會有三間的分店，一個 pop-up store 之外，上海也都會有剛剛新開了三間的分店。明月這個系列主要是多些年輕化的產品路線，可以貼合我們現在時尚一點，即適合年輕人去送禮。月餅，咁咪食月餅啊！喂，試下喂，食月餅啊，試下。咁唔忙，試食咁唔收錢噶，試下。這是流心的。對。怎麼樣？很酥啊。很酥。你咪要試下香港嘅月餅喎，黃魚月餅呢度入邊㗎？試下流心月餅啊！試下乾淨㗎，我哋啱啱攞出嚟㗎。我哋上咗流心喎，係啊，好好食㗎呢個。會不會好甜啊？不會，即係呢個有啲沙沙地咁樣，係咪啊？那個蛋黃 OK 嗎？蛋黃會不會很甜啊？我都喜歡這個，不是很甜的。哦，呢個你覺得呢個會不會好甜啊？唔會，好唔好食你覺得？好食，唔可以，可以講唔好食嘅，可以講真話嘅，我哋係可以嘅。蓮蓉嘅話咧，我就會覺得偏甜咗啲啲，同埋會比較。比較想吃啲年輕人，係啦，比較新潮啲，幾好食啊！我都覺得呢個流心啊，咩係啊？流心嘅邊啲鹹蛋黃？你覺你有冇食到嗰啲蛋黃味啊？有都有。你喺邊度過嚟玩嘅？葵涌，我哋廣州過嚟嘅。係咯，嗱呢個香港月餅嚟㗎，你本身試過未啊？呢個係黃魚月餅啊，黃魚有冇聽過啊？有啊，都有聽過。我冇聽過，冇聽過。但係唔緊要，而家話俾你聽係嘛？好，拜拜，玩得開心，拜拜。有啲咩使唔使下跪啊？拜見師傅係嘛？好快遞，你好。Hello， 師傅你好。你好。軟糯糯噶，你睇得好似嗰啲好軟熟嗰啲 QQ 糖嗰種感覺，軟糯糯的，佢係咪落咗牛油嘅原因啊？我聞起嚟好香。係啊，因為皮又有牛油，係餡又有牛油嘅。哦，咁咪有少少似嗰啲曲奇餅嗰種。係啦，
咁呢個皮咪就叫曲奇皮咯。哦，曲奇皮啊，呢、這個係啊，嗰、哦那個蛋撻嗰個盒嗰、那個皮都係噶、哦，即係叫曲奇皮。曲奇皮。係啊。嗯。哦。牛肉皮係好食啲，比較健康啲。所以咧，睇得出我哋皇越嘅餅咧係比較有高要求嘅，同埋我哋嘅牛油係靚啲咧。牛油靚啲。係啊，大佬你。我哋係貴人嚟噶嘛，一分錢一分貨，係啦，你冇理由點解咧？你嘅料要用得切賣賣得貴，咁我哋要靚料噶嘛，唔呃得人哋噶。不過我哋呢個流心月餅同其他市面上嘅流心餅有咩區別？我哋要做到一切出嚟係慢慢流，唔係話。你係要做教到好準嘅，我哋都試過好多次，點樣做到？係室温去流，同埋慢慢流，因為你一流一塊，你得個窿噶啦，你一切出嚟得個窿，好啦，結咧你切出嚟流唔到噶。咁呢個步驟係研發咗幾耐啊？哇！真係計唔到咯，真係嗱，我哋又要俾老細試啦，又咩啊？即係過百次都有，即係幾個月不停咁試咯，每日翻嚟又試咯。呢個廚房就係我哋研發，係我專人。啊，咁再交俾工場，你又唔可以同出邊個心冇咁，即係個甜度係再輕啲嘅。嗯，即係冇咁甜嘅反而。係啊係啊，你如果你淨係食個流心，唔係咁甜。哦。係啊。即係太甜嘅話，會影響咗成個餅嘅口感。係啊，啱啱啱。即係過甜咁樣。係啊係啊。嗯。容易剝到隻手。容易剝到隻手。我哋嗱，嗰大細係平噶嘛？如果你細個咪凹咗去，就變咗矮仔啦。係啊係啊。一下。跟住轉過嚟，轉過嚟，咁樣，跟住就咁樣啦。係啊，三二一，師傅好緊張，我諗。誒，大啲，大力啲。哦哦哦！好彩。嗱，點點點，唔使九分九分，唔使驚。哇，好犀利！跟住，哇！得緊了啦。點啊？啊！你走咩手啊？即刻，我都話，隻手指高你睇下。係啊，指。師傅一望我即刻。係啊係啊，我最驚你揼咗隻手指啊！而且呢度甩咗，我師傅。頭先師傅話咧，睇流心月餅點樣為之好食啦嚇，佢要呢度醬面頭醬好。唔好。即係凹咗入去，凹落去，即係要咁樣有個弧度嘅，咁樣先睇到個餡咧係多嘅，爆滿。傳統個餅都係，係啊，呢個餅最緊要。呢個餅最緊要，因為流心嘅。係啊，搖下佢，有冇啲咩嘢喺上邊搖到？呢個係明月嘅流心，同黃月嘅流心嘅口感味道係咪都一樣嘅？定係有唔同？如果同埋味道就一樣。一樣味道嘅，即係嗰個造型同埋包裝，跟住咧包裝就會比較年輕啲、活力少少、彩色啲嘅。因為除非佢係第二個口味，咁就梗係唔同啦。哦，咁你以往中秋節係點樣過嘅？都係同家人一齊食飯，一齊食飯。咁啊賞下月啊咁咯，食下生果啊，即係食下月餅啦。懷念就係我哋細佬哥嗰陣時，真係食個月餅係好矜貴，而家就唔同啦。大家分一個月餅，每人一個，每人一解啫嘛。我印象中就係我哋屋企每年中秋都會燒烤嘅，跟住咧我哋小朋友咧就只會燒兩樣嘢，一係就棉花糖，第二就係攞個月餅喺度燒熱佢。棉花糖。棉花糖，師傅有冇食過？即係棉花糖擺落燒，加熱咗之後。未喎，咁又未喎。下次試下。我先攞燒烤同埋煲辣啊嘛，同埋屋企一家人會喺天台嗰度食月餅賞月。啊。係啊。賞月。不過最多都係啲。就肯定係會買啲月餅啊、禮物啊，大家互相送咁樣噶啦，親戚之間啊、朋友之間都一定會咁樣嘅。就係話六七十年代嗰陣時，啲個月餅會唔係自己食，係送禮啊嘛。變咗傳統係送禮。月餅係都即係習俗慣性啦，我覺得係。普通朋友都會送，兄弟姐妹，我哋好似交換咁嘅，我送俾你，你送俾我。禮尚往來咁樣。你中意食咩月餅啊？我買俾你。其實我自己中意食流心嘅，咁你流心嘅話咧，係好多無論男女老幼都啱嘅，啱嘅，而且咧，尤其係即係我哋年輕人咧，會更加中意食啲心派少少，即係傳統嘅嗰啲咧，屋企人會食，但係我哋咧會中意食啲流心，好多新派，係啊，朱古力都有，咩嘢都有，而且我本身係中意食甜嘅，呢種流心月餅我真係好中意，而且我哋都跑咗咁多次啊，
我哋係世界嘅金獎，呢、這個係唔係咁容易攞嘅。嗯，我哋可以連你攞咗計埋今年應該六年啦，應該係，即係代表我哋嘅產品係個食品係健康啦，同埋品質即係好啦。係啊，我哋可以每年連續可以頒發俾我哋，唔係咁容易。大家都知啦，和苑品牌同我哋品盛记合作咗好多年，都非常之多人买嘅。咁今年咧，佢呢个名鱼系列咧更加适合年轻人啦。如果想将咁好食嘅鱼带翻屋企咧，记得关注推文下方买买买，同埋淘宝搜索品盛记甄选。咁多谢包机啦。